照片是这个是我的大姑姑，然后他们的人结婚的时候，然后他去帮他跟他的这个是他的同学，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当花童。你大姑姑当花童的照片啊？哦，好。然后这个也是我大姑姑，就是他们应该是民国68年的时候，他们全班去寿山，应该是寿山动物。请问一下，你大姑姑在哪里？我大姑姑是这个。哎呦，不错哦，终于有人指出来了，好，很好。然后他们去寿山动物园户外，全班去户外走。好。然后这个，只给他们看不错。这一张是我们全家去玩的时候，这个是我的小姑姑，这个是大姑姑，然后这个是我爸爸，然后这个是我爷爷，你爸，然后这个是我爸爸的舅舅。哦，所以全家是指爸爸那个年代的、啊。对。哇。